又是女巫特約的女巫出巡啦，依然得我 N 為大家主持這個節目啦。咁最近我去咗一間美容院咧，試驗咗一個 facial 同埋一個拍骨嘅技術嘅，我覺得咧非常之有用啊！有冇見到我咧？咁喺塊面個輪廓深咗啦，個鼻又高咗，同埋塊面咧又尖咗喎。咁呢個技術咧係來自邊個師傅呢？就我身邊呢位樂山啦。Hello， 樂山。我記得我是上兩次，我做了兩次拍骨的。第一次你見我就覺得我是有個鼻其實可以整高佢啦，同埋話我左邊面是較為唔對稱的。咁開頭咧，我望鏡都覺得唔係啊，我對咗自己都成廿幾年都覺得冇乜特別啦。但係當我俾阿樂山咧輕輕咁樣移一移位之後咧，我覺得咧塊面個輪廓好似真係突出咗嘅。同埋咧，我鼻敏感咧，不嬲都係好犀利噶嘛。跟住樂山就為我個鼻骨就扎住某嗰啲神經線啦，令到我鼻成日都打黐啊，好痕咁樣。跟住我覺得咧，原來拍骨咧，除咗可以美容之外咧，保健都好好噶喎。咁今日咧就想特意咧請咗一個 model Bella 係咪就為大家即場示範下，其實咩叫拍骨啦？其實樂山啊，我想問一下咧，拍骨咧就聽得好多啦。咁其實正統係一啲咩技術嚟嘅咧？其實你 K 可以話叫做頭骨重整啦。嗯。但拍骨依家喺市面上嚟講嘅話，就有三款嘅。嗯。一款係比較我哋話比較大力啲嘅。嗯。所以網站上面都有寫話，可能比較痛啲嘅。係咯。另外一隻就係我呢只嘅，就係用推嘅。嗯。係，但你嘅肌肉放鬆，唔係用推。嗯。係痛嘅話，你係完全冇感覺嘅。嗯。我相信你自己都有 feel 到㗎啦。冇感覺啊！第三種係依家另外一種係嚟自日本嘅，就係攞一個類似係一個錘仔一個鈎，敲你嘅骨幫嘅。哇！錘仔突，係好似好勁。慢慢敲，但係梗係依家係已經唔係用敲㗎啦，依家用另外一個就係一個衝擊器，嗯，然後打鬆你嘅骨縫同埋肌肉，嗯，再改變你嘅骨嘅位置嘅。嗯，所以嗰只你講話前後兩隻有一隻第一隻就是拍骨嘅，嗯，拍骨你講話就比較痛，哦，比較痛，但係講真的效果係比較好嘅，比較快出現，嗯，但係相對快出現又快彈翻翻去，哦，但我呢個就比較慢，但係適應你嘅肌肉嘅肌理，然後推翻你嘅肌推翻你嘅骨嚟講話，就以後嚟講要走又講又走翻轉頭嘅機會就比較少。哦，即是慢工出細貨，可以咁講，可以咁講。因為之前我拍完之後啦，咁我當然有同大即係同嗰啲朋友咧就 promo 一樣嘢，即介紹啦。拍骨真係好有用，個個都問我會唔會好痛㗎？係會聽人講，好似拍完之後咔咔咔啪啪聲咁啊。有試過有啲朋友拍完之後拍歪咗，咁，我話其實一啲都唔痛喎，我覺得係冇感覺。我仲記得係自己瞓著咗覺嘅，即係感覺上好似按摩massage 咁樣。咁後屘即係又可能一兩下就大力少少，但未至於好痛咯。所以 Bella 今日咧，你就可以試一下呢個拍骨啦。你之前有冇試過㗎？我冇試過。咁緊張啊？少少。咁不如咁啦，今日咧阿樂師傅就喺度，咁望下 Bella 其實個面型咧有啲乜嘢可以咧改善一下咧？呢個左眼嘅眼窩係比較深嘅，嗯，右眼係比較凸啲嘅，然後冇乜留意。然後自己嘅眼有少少高大嘅，右眼比較高啲。鼻係咪有啲歪咧？鼻有少少偏左，偏右，偏右，所以你左邊呢邊嘅虎紋，左邊嘅虎紋就比較就比較深啲嘅。嗯。然後自己嘅嘴角嚟講嗰下，都係右邊比較剔上去，左邊比較低落嚟嘅。咦？我都覺得係右邊咧眼係向上啲嘅喎。面嚟講嘅話，就俗稱嚟講嘅話就係大塊面咯。嗯。係咪就比較 balance 咗？再加上自己的拳骨，拳骨嚟講嘅話，就右邊的拳骨比較凸啲嘅，呢邊高啲，唔係比較凸出嚟嘅，哦，凸出嚟，然後左邊呢邊度向後嘅，所以你成個面嚟講嘅話就係右面係向前嘅，嗯，左半邊就向後嘅，嗯，所以造成有啲偏斜同埋唔對稱。咁呢啲情況咧，係要局部開始做啊，定一次可以做曬㗎？唔係，其實頭骨係全部綁埋一齊嘅。嗯，頭骨係冇中間冇罅冇縫冇一個可以找個位嘅，嗯，所以如果喐動一嚿骨，其實係全部都要喐嘅。
而唔係單單獨獨係獨誒一個骨嘅，因為佢全部係合埋一齊，連埋一齊嘅，所以移動一嚿骨，幾乎嚟講全部骨都要移動。所以好似你咁嘅情況就係你嘅上行骨啦、拳骨啦、肋骨啦，包埋頂骨同埋枕骨都要移動嘅。哇！咁約時幾耐咧？正常如果要做咁多嗰個位置，我咧就同劈骨唔同嘅，劈骨就比較快啲嘅。基本上一般嚟講話，可能兩三次、一兩次就可以嘅。但係我呢就特別咁慢啲嘅，主要係要你放鬆。因為等你放鬆嗰陣，其實頭骨原本就會有個律動嘅，佢自己都會有個律動嘅。只不過律動嘅機率就唔係一二三一二三咁嘅。我哋只不過係 feel 佢嘅骨係移動嗰陣，施少少嘅力，將佢改變一個角度。所以就比較慢啲，但係因為每一個人嘅骨質嘅骨係唔同嘅，有啲可能比較硬啲嘅，有啲係比較軟啲嘅。嗱呢個就係要做第一次 feel 到你嘅放鬆度同埋你嘅骨質，先可以判話你要做幾多次嘅。其實基本上嚟講話，我哋係一個催眠5次，基本上5次以內差唔多都可以幫你解翻症。但係5次以後就點講咧？每一個人嘅要求唔同嘅。有些比較可能煙尖一點，有些可能比較 care 的不同部位，有些比如說我很 care 我的眼，有些是很 care 我的鼻，它得回眼放回好，鼻放回直就 OK 了。但有些可能就比較煙尖，各方面它都要比較 balance 一點，比較 firm 一點的，這樣可能就要多多次。那會不會即可能假設做5次之後呢，可以維持幾耐咧？嗰、那個面型，其實面骨變形嘅主要原因，以依家嚟講話，大致上有3個。一個都可能係好細個嗰陣就已經有噶啦，可能行路嗰陣撲親啊、撞親啊。但係頭好細嗰陣，未必係可以發覺到嘅。但一路慢慢長咁大嗰陣，佢出現嘅嗰個偏斜度又話唔對稱嘅嗰個情況都越嚟越嚴重。所以話好多係話係天生嘅，其實未必係天生的。第二個就可有可能係受到呢個外力嘅衝擊，比如車禍啦、男仔嘅打交啦，咁嘅一個好大力嘅衝擊嚟講話，可能改變到你嘅骨嘅位置。第三係依家最普遍嘅就係瞓覺，瞓覺。其實好多瞓覺依家點講咧，都好中意打側瞓，瞓埋一面，係咯，我都係。其實如果講真，打側瞓係未必係咁嚴重，最嚴重嘅係趴住瞓。比如我哋打側瞓，一般嚟講話，一個身體嘅向下嘅重力係一個膊頭幫我哋撐住嘅。但係女仔一般嚟講話，好中意縮膊，縮膊縮去後面嘅。縮膊係後面，即係後背咁樣。唔係，比如講呢個係床啦。我哋係咁樣瞓，膊頭喺我哋嘅頭前叫做打側瞓。但係女仔好中意有啲瞓瞓下，好中意縮。是啊，這樣就已經叫做趴住瞓，因為你所有的重力是你的面幫你撐。啊，係喎，成日都咁樣瞓。再加上你夜晚瞓覺嗰陣可能放鬆啲啦，肌肉放鬆，然後慢慢，但係呢個就唔係一日兩日啦，可能好長嘅一段時間，可能3、5、7年都未定，同慢慢係改變推斜咗你面骨嘅。咁會唔會咧？細個可能出世假設5、6歲就開始俾佢趴。就會好啲，因為細細個啲會易啲。越年輕，年輕後係越好嘅。但係咁細個就未必有試過，未必有試過。但係係啦，啲一般嚟講嘅話，13歲以後骨骼係比較即係發育前期反而會好啲。係啊，咁可唔可以拍高啲嘅？有冇得拉骨？其實呢個係題外話。其實拉鬆啊。其實耳骨同拍骨呢啲嚟講嘅話，其實早期嚟講都唔係服美容用嘅，因為整個腦室、整個頭入面係一個腦室嘅。當你一個頭骨係唔對稱、一個變形嘅情況之下，可能會影響到你嘅腦嘅發展嘅。腦嘅發展後屘係慢慢發現咗，可以改變到你面容。但係呢個改變面容又唔係話可以推下又話唔理啊，推又好，趴又好，去趴到趴出一個李嘉欣又咁又唔得，唔可能，因為大家都唔係摩索斯，唔可能話大骨變細骨，我摸下你嘅大骨就變細骨，冇可能嘅，只不過係喺視覺上面改變你嘅骨嘅一個角度，比視覺上面比較 perfect 啲，只不過係咁樣啫，而唔係話真正我
美容啊，如果真係有咁嘅話，可能都外敷嘅手數啊，可以噶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哋可以咧即場示範下咯，可唔可以？可以可以。我哋而家瞓呢度先係咪？而家呢個係咪幫佢量度嗰個面積？唔係，依家係摸緊佢嘅枕骨同埋肋骨位置。枕骨即係呢度。枕骨係後面呢度，肋骨係呢邊嘅。係。所以依家拳骨嚟講嘅話，拳骨係高低嘅。啊，係喎。拳骨係高低嘅，仲有拳骨係一突一凹嘅。嗯一突一凹嘅，所以喺肋骨呢邊嚟講嘅話，就肋骨呢邊係偏斜咗。嗯。右邊嘅肋骨度向前㗎啦。嗯。左邊嘅度向後。所以包埋佢個枕骨都係有高低嘅，枕骨係偏斜，因為頭係圓嘅，好少一個頭會垂直咁樣移動嘅，比較少嘅，又或者水平咁樣移動，所以佢大部分係旋轉嘅方法嘅，旋轉方法，所以一般嚟講，我哋一開始會摸下佢個骨，嚟講下骨啦，俗稱係頂骨啦。頂骨部分啦，同埋枕骨部分，然後睇下如果一般嚟講嘅話，比如講佢依家係右邊比較突出嚟，相對嘅係頭後面嚟講嘅話，就變咗左邊會突出嚟，右邊會凹入去嘅，因為佢係咁樣嘅，係啊，因為係咁樣嘅，因為就變咗右邊突出嚟，左邊同埋向後突，一般我哋一開始會檢查佢嘅後枕啦，兩邊嘅肋骨啦，同埋。下骨啦，包埋佢嘅拳骨啦，同埋上下骨到上牙骨，所以好似佢咁嘅 case 嚟講話，就要移動佢嘅右邊嘅肋骨向後啦，左邊嘅肋骨係向前咯，加埋前面嘅上頷骨，其實上頷骨係兩嚿嘅，由鼻呢度開始係分開兩嚿，所以要調整佢嘅偏差度，因為調整上頷骨以後就可以將佢嘅拳骨拉翻正。將佢強拉翻，所以好似佢咁嘅 case 嚟講嘅話，佢嘅左眼嘅黑眼圈深啲，一定係重過右眼嘅。嗯，因為佢係向左偏斜，就會執住咗呢邊嘅循環同埋呢邊嘅肌肉運作。如果將你嘅面擺翻正，佢呢邊運作正常，即係有得同埋流通啊。佢嘅循環比較好啲嘅情況之下，可能就會改善。但係假如你話，做完咗之後係咪一個星期唔瞓覺都唔黑？咁又唔係，只不過有啲走窄位啊。正常嘅情況之下，就變到佢嘅身體大隻快，佢就算嚟得快，佢都係快。係係係，儘量係咪都要叫啲客人要好啦，儘量放鬆咧更加好。其實因為緊一定會驚咁。就好似依家已經開始少少幫佢有啲去試探佢嘅骨嘅移度嘅，同埋佢嘅骨嘅硬度嘅。你會覺得會痛咩？唔痛咧，係啊。其實一般嚟講嘅話，第一次大部分嘅人都會有少少驚，但係可能經過第二次嚟講嘅話，就經過第一次就變咗佢知成個流程係點樣嘅，所以就嗰個放鬆度就比較好啲嘅。所以一般我哋做呢、這個，我做嘅話，我覺得係第三次嘅效果係最好的。因為經過第一、二次、第三次係該可以完全放鬆，完全放鬆就會變咗我哋係移動嗰個幅度係比較大啲，比較大。唔係話第一次係睇唔出嚟，第一次都可以睇得出嚟嘅。但係我都話呢、這個面型、這個偏斜唔係琴日先造成嘅，可能跟翻你都已經十幾年了。你嘅肌肉、你嘅肌理都係習慣係咁嘅。但就算我依家幫你擺翻正，你嘅肌肉都會拖翻嚟嘅。所以點解要咁多次就係因為同你嘅肌肉鬥力。因為其實我哋人骨嚟講，我只不過係一個架啫，骨係冇力嘅，所有嘅力度係你嘅肌肉俾你嘅。就因為你嘅肌肉唔平衡，造成你嘅骨嘅偏斜。